香港男星杜汶泽的老婆田蕊妮最近飞到台湾和老公团聚，但是她却在社群平台po文透露，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。他在脸书发文写道，刚刚发觉钱包不见了，里面有很多证件、护照、信用卡以及很多现金。后来他想起钱包是前一天掉在便利商店，但也想说应该不可能找回了。不过后来他去便利商店问店员时，对方把钱包还给他之后，跟他说前一天宅急便的所长看到他的钱包掉在店外的地上，就拿给他放好，希望田蕊妮会回来领回，让田蕊妮听了好感动，直呼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台湾人啊。Thank you.